这历史悠久，历史悠久，头壳粗啊！你看古代的土砖啊，古代房子，你看那个砖，墙壁那个砖，还弄土几块做成的了。然后呢，来郑成功赶走荷兰人，收复台湾以后，然后又有陈永华自立参军，引进那从大陆福建引进这个烧造红砖的技术啊，后来才有这个红砖。你看古代就是那个头角厝，你看土块啊，这样叠高做墙壁的，那墙壁用那个竹片这样编成，然后再抹那个土啊，粘土加那个稻壳，哎呀呀呀！这古老的房子啊，历史悠久。